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警察模拟2022，我是 Patrick Campbell。 哇，我们今天要开什么东西？上次啊都是开超跑什么的，我们今天开点不一样的。我找一下啊，哦，找到了。哦，这架不是这架，这台啊，这台其实它是真的，世界上是真的有这台车的哦。这台车它其实叫做掠夺者，Marauder， 是南非专营国防保安还有维安的派拉蒙集团制造的一款防雷装甲车，它是2007年在中东是最大规模军火展览中首次公开的一辆装甲车，是世界上是真的有这辆车子的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一下一些资料。OK， 我们就买了。哦，这种东西在街上，我真的觉得我其实真的是搞不懂。这卧底，这个也有的卧底，哇操，超扯的，我也搞不懂，就是真的有案子会真的需要这个吗？我真的不太清楚。OK， 我们上面的警灯换一下，这种要换哪种警灯啊？感觉这种比较适合，就是大型这种老式大的这种。这个好了 ，OK， 好的，我们来到这个大型装甲车里面，你跟我开玩笑吗？哇塞，我真的搞不懂到底什么东西需要这个玩意儿来出马，你知道吗？太夸张了啦，这个，这开路上会吓死人吧？你看它跟一般车辆的大小，你看前面这两台车多么的小啊！哦哟哟哟哟哟哟！哇，好夸张哦！好，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。我们开着超大型装甲车来乱冲乱撞，这个 Sports Mode， 哎呦，追逐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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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个跑车模式，哇，你看这个都比一辆卡车还要，哇，倒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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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比一辆卡车还要猛啊！这个跑车模式就有多快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结果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哦，天啊，这个真的有够难开的，天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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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跑车模式也不会快到哪里去，太夸张了这个。结果弄掉保护镜，哦，线。哇天哪，被这个碾到真的是变肉泥啊！这个，结果，呼呼呼，哈哈哈哈 ！Oh my fuck！ 哦，谢天哪，我的老天啊！这也太远了吧！哦，到了。哇，高级任务呢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再看哪一个王八蛋这么嚣张，看到这个东西还不停的。来啊！哦，唔得希望，你相信这个很快就会停下来。哇，你看这辆装甲车太夸张了。我们只要在车里，惬意的看着，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。他去哪？哇！哈哈，无缘无故，可怜的路人。去哪里？哦，又是可怜路人，不好意思啊。哇，现在是撞嫌犯出气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想跑？去哪里？
哇，这个跑得快哦！嘿，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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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他撞进人群呢！倒车，倒车，倒车！他撞进人群呢，还有两个路人被他撞死。啊，撞人群，撞人啊！啊，只有我可以撞人之招、啊。OK， 他跑哪去了？ Oh shit！ 啊，他跑，他跑了，快快快，追追追追追！受不了了，我不让他了，我不让他了，我现在一直从头到尾，现在都等他投降，现在我直接不忍了，直接撞，直接撞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人呢？啊，还想跑是不是？还想跑，还想跑。还想跑？哇，他真的很会跑哎、欸！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车祸路口，车祸！来来来，这个现在他绝对啊！谢。想跑 ，OK， 这边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哇！一定要把你车撞得稀巴烂，我才可以逮得到你，佩服，厉害 ！Oh my god， 这个超大一台、欸，这直接这已经不是执法了，这开着装甲车在都市里面大闹，你看看看。哎、欸，撞到摩托车完全没感觉、欸。你之前那什么超跑、啊、警车怎么撞到摩托车，整个是直接弹飞，这个完全好像没事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样会不会很过分呢、啊？你看这个车子直接这样轻轻松松直接骑上去啊，太夸张了这个。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关于这台车的一个节目频道，叫做它。不是节目，不是属于他的节目，是他是一个英国的汽车节目频道，然后其中有一集就有介绍到这台，各位是可以去上，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 Top Gear， TOP_GEAR， 然后搜寻那个 Marauder 就可以找到这台车的相关的那一个影片，我是觉得他。Top Gear 里面的影片都做的还蛮无厘头的，有一些影片做的还蛮无厘头的，有些影片做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他还有做一个节目，就是超跑 VS 战斗机，哪一个绕场，哪一个比较快啊？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影片我会放在那个底下，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在开那个超跑模式，最高时速就是130几，差不多啊。你看哦，这个如果最快速跟对车对撞，哇哦哦哦哦哦，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哇 ！Oh my god！ 我的 fuck！ 还是别乱撞好了。来哦来哦来哦，红灯红灯，这个撞下去撞，哦，哇塞 ，fuck！ 我 fuck！这个游戏我真是觉得太猛了，结果有没有看到超大装甲车来了？结果太夸张了，这根本就不是执法，直接哦跟卡车对撞，吧哇不相上下，哇塞，哦严重损坏严重损坏，完了完了车要坏了车要坏了，道路封锁需要支援来。哎、欸！
不能再撞了，不能再撞了。我们先赶快去支援这个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不要！哦，嘘，这好难转弯啊！怎么会往这里呢？逆向哦！一切都是导航的问题啊！导航到逆向来，你看他压到摩托车完全没感觉，笑死！完全直接整个摩托车直接啪不见，好远。奇怪啊，他怎么导？他这个导航太畸形了吧？这个。哦，难道在桥上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好多车啊，接过，接过！今天有我在，谁都别想。不管是哪一台车失控，我绝对可以把它拦下来。哇，直接看爬梯子下来，看看。What the fuck? What? Excuse me? 哦，奇怪了，莫名其妙，搞什么鬼啊？好，看看是哪一个啊？哇，开奥迪就很猛。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请问一下哦，拜托哎，啊，这样也算，这样也算完整哦 ？Achievement 新警官哦，我看我解锁一个王八蛋，来上车吧。OK， 今天这张就差不多这边。哇，你看爬上来，爬上来。哦天啊 ！OK， 今天这张就差不多这边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哇，这个真的太疯狂了。杨老子喜欢影片可以帮我赞啊！如果你新来观众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我们下一章再做一期这个，不是还有一辆警用的防爆车那个震爆车吗？我们下一次来玩玩看那一台好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《警察魔力2020》2022再见哦，拜拜。